肿胀感哈、哦，跟我月经来之前差不多。可是造型师衣服应该没做好，所以你一扯就掉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为什么这种事情不找我来帮？是应该的。为什么我会在这边，在这个时候才上来呢？这不合理。而且我昨天也有爬文，有粉丝觉得反应，当时的灯光太昏暗，没有看清楚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在后台很认真看你的开场，你那个钱都花在雷射光的，所以呢，他肚子啊、胸前那个肿胀感的那种感觉哈、哦，拍不到，拍不清楚。But it's okay， 我知道你们预算有限，来人啊，给我带光来。那你现在就自己把它掀开。对不对？刚刚都没有看清楚。你现在报干嘛？我们的精华就在于那个三十秒。你的精华只有三十秒，那也算蛮长的啦。那至少我可以摸一下吧。是。我可以有这个福利吗？我帮你们鉴定一下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很硬？好不好？这个肿胀感哈、哦，跟我月经来之前差不多。没有。他真的有那个光灯。应该他自己带了一个道具。我就很惊讶。不知道他干嘛。那刚刚你为了找我这个来宾，来特地唱了我的歌。是。其实我也会唱你的歌。哦。你有些歌我也都很熟。OK。这样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累了是吗？不是那首，不是那首。我刚刚不是唱吗？这怎么相信说要结束？哦，这个是周杰伦。哦，这样真的是很不好意思。我感觉你是有点故意的。我觉得这样不是这样，我有点尴尬。这样子，那我要不要我送一首歌，就是来形容我们现在这个窘境 ？OK。但我知道这首歌很红，而且应该你们现场的人都会唱。以后别做朋友，朋友不能牵手。你们唱。相爱你的冲动，我只能享受。我跟你讲，前面那个很难抓。拍吗？还是我可以？你可以就是记得要跳这个，一会儿我。那是哪一点？就是副歌。嘣来嘣嘣嘣来。不是不是是是那个有一个 saxophone 的声音。嗨歌吗？可以可以，他直接给他歌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应该不会。你会有一些改变，小改变。但是脱衣服是放的。还是还是不是。然后再脱漏就，或是等时间加盟的，哈哈哈哈哈，还没收钱，还没有。